在帝都最繁华的东市，有一家不起眼的客栈。这客栈虽是坐落在商旅来往众多的街道之中，却常年门可罗雀。不过，这客栈掌柜的来头可不小，他便是这次任务的目标。红夫人，据说这红夫人掌握着神秘的巫蛊之术，她能唤醒并能稀释人们心中的欲望之花，从而帮助人们实现心中的欲望。那这么说来，这个红夫人岂不是积德行善的大善人？你别说笑了，这世间凡事皆有因果循环。夫人，夫人，我家内人实在是可恶至极，我听说你能助人实现所有的愿望，只要你能让我家的内人还有那可恶的奸夫遭到应有的惩罚，不得好死，今日我什么都可以给你。根据红夫人的规矩，在你得到一些东西的同时，必将会失去一些东西。被摘取了欲望之花的人，轻则失去灵魂成为一个废人，重则当场毙命。这红夫人身边还隐藏着两位深藏不露的绝世高手，一位叫无人问，据说曾经是位领军打仗的将领，智勇双全且武功高强。还有一位叫任凡生，你别看他表面温文尔雅，实际却能在几秒之内置人于死地。阿兰，你不是一直找不到证明自己的机会吗？只要你能干掉这个红夫人，日后你必定会在江湖上名声大振，也会成为我弦月阁的头牌刺客。好的，阁主，定不会辜负您的众望。这么难的任务，这个吊车尾的去了，肯定是送死的命啊。这些年在江湖上妄图对红夫人不利的人不在少数，基本上都是有去无回。而这个阿兰虽然傻，但确实命很硬，虽然交给他的任务没有一次成功过，但每一次都能逃出升天。我思前想后，不妨让他试一试。哎，阁主可以拒绝这个任务啊。这个任务你们接也得接，不接也得接。胆子肥了，敢问我为什么？不敢不敢，阁主做的决定都是对的，阁主英明。十二更，关门关窗，防偷防盗。太十二更，关门关窗。这碗面，我可是研究了足足两月有余。极海、陆、空三者的食材，于这小小的一碗面之中。汤底更是用墨鱼汁搭配黄金榴莲肉熬制了981个时辰。噔噔噔噔，不是秘制爆浆。
黄金榴莲面。敢于尝试是好事，只是这碗，这种味道我只在茅房里闻见过。嘿，你这什么话啊娘，我特地为你熬制的啊！你说你总是中不了酒是为什么？就是因为肚子里面没有墨水。你把这碗面吃了啊，肯定浓中绝世。来，我不吃，我不吃。什么味道？啊！客官，打烊了。你见过穿夜行衣的客人吗？这就不能是人家穿衣风格吗？黑色就不能是幸运色吗？人家现在帝都闹瘟疫，戴个面纱是为了安全，你懂什么？竟有如此恶臭的毒气！不是你竟然侮辱我的面！简直是把我的理念、我的人品、我的意志按在地上摩擦！你……哦，我知道了。来，你吃一口，我喂你吃，你就知道错了。吃一口，啊，吃啊！既然你要把我往绝路上逼，那他……来来来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夫人，怎么处理？来者不善，自然也不用善待。取了欲望之花，丢出去。是纯白之花。几百年，我终于找到了纯白之花。这画面是不管了，纯白之花要紧。夫人，这花不能摘。夫人，这花不能摘。为什么不能摘？啊？这千年难遇的纯白之花都被我们遇到了，怎么不能摘？夫人的身体已经那么虚弱了，再不摘，我们的……樊生说的对，这花不能摘。纯白之花需要它的主人心甘情愿地献给我，强行的摘取只会令其枯萎，毫无用处。此人一看就是不怀好意之人，定不会老实交出纯白之花，需想想对策才行。你醒了？你想干什么？跟你谈笔交易。我可是一个有职业素养的刺客，是不会被你的金钱所收买的。既然你嘴这么硬，那我只能按店规处置了。据说这红夫人掌握天策，支取灵魂，成为一种废当场的病。大佬饶命，这个任务是阁主强行安排给我的，我连客人都没见过，怎么会知道客人的信息呢？求求你，求求你放过我吧。你昨日踩碎的房屋修缮需要2两银子，砸碎的桌椅板凳1两2钱。哦，还有我店里的二位伙计心理创伤费25两银子。这位客人，银票还是现钱？怎么会这么贵啊？黑店，你绝对是个黑店。你现在有三个选择。第一，报官，把你交给官府。第二，在我们店里做跑堂，
管吃管住，得来的工钱用来做赔偿。至于第三个选择，第三个是什么？把你的欲望之花给我，我可以实现你的任何愿望，再离谱都行，比如成为江湖第一，又或者是帝都的首富。我选二。既然可以留下，那便定可再找机会下手，到时成为江湖第一还不是指日可待。好吧，那你现在上宫吧。谢夫人，我现在就去上宫。既然不能逼他做交易，那就只能先将他留在客栈里，日后再找机会了。阁主，这个力道你觉得如何？来者何人，竟敢擅闯我仙月阁？是我，你先退下。是。两日过去了，为什么还没有任何消息？哼，万大人说笑了，洪夫人是何等人也，怎可能两日便完成任务？废。大人请放心，我已经派了阁中的精英刺客前去，并设置了一整套的暗杀计划，就等着洪夫人上钩。尝尝我珍藏多年的断魂散，只要一滴就能送你们归西。夫人，这可是我花了一整天的时间，小火慢炖精心熬制，营养极其丰富的青菜肉丝汤。快尝尝，合不合你胃口啊？嗯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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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果然没让我失望，以后写月阁的头牌刺客就是你了。这女人可真够蠢的，给我们下毒，把自己给药倒了。脉象紊乱，快扶她起来。夫人，我无碍，回房休息一下片刻。小子怎么办啊？谁借我中